我好像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我刚刚上学一年以后，暑假就是因为感冒，感冒了，因为是明显就是因为夏天，但是感冒又着凉了，着凉了以后呢，这个冲冷水也着凉了，着凉以后那天晚上头痛、身痛、全身痛，那是感受了什么？就是寒湿之邪。在那个时候呢，我为什么辩证辩不来呢？主要的难度在哪？就是因为我那天有发烧，所以呢，我自己摸一下脉的脉很快，所以我就一直到底是寒，因为从病因来讲，从你的其他症状来说，它都是感受了寒邪，但是从这个脉的又非常快，所以这时候辩证呢就有时候就要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是到底是这个寒邪已经入里化热啊，还是本来就有暑热啊，还是因为发烧本身就会见到脉数，这几个方面问题你要综合去分析啊。再一个呢，就是运动以后，脉会变快，这时候呢，也不一定是都是热症，也不一定是病态，这个很好理解，是吧？跑步跑2圈，然后回来肯定是脉数，所以做了脉数要体会什么叫脉数，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出去一趟回来就脉数了啊。那么再一个就是什么？小孩子，小孩子在，特别是在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啊，小儿啊，他脉搏有时候他是超过90次的，但是他不是热症，他是属于正常。这我们在前面讲到影响正常脉象的因素的时候，有专门说到年龄，说年龄的这个的小的时候，小儿呢，他脉可能比较快，越小他就越快。这是硕脉，那么什么叫硕脉？大家了解了以后，它还有一个相似脉叫急脉。那么急什么意思呢？急也是快的意思，所以叫急越急急啊。七字八字。七字八字，那么18×6是多少啊？18×6是108，是吧？那么18×7是多少啊？再加18是吧？啊，那就是108再加18就是100多少？124啊，26。那么126，所以呢，我们讲这个脉搏呢，它跳动是比这个硕脉还快，多快多少呢？就是1分钟一般来说大于120次的时候，我们就叫急脉，啊。那你说，那刚才你不算了126吗？怎么变成一？那是你两种算法，它中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大致的。我们并不主张说用绝对用1分钟跳几次，把它造一个绝对值来衡量它是什么脉。我们只是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就120次以上的，一般来说我们都称它为急脉。好，那这样子就是，你说那我115叫不叫急脉可以不可以啊？那也可以，大概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1分钟在90到100多一点，110这个都可以叫硕脉，那么再多一点呢，就110多以后，你都叫做急脉，那个就都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它中医它本身因为它量的就是用这个一吸一吸，它这个跨度很大，啊，那么急脉是主什么病呢？当然它最就是主要就是主热症，是不是？那就是热，叫急热，是不是？因为你硕脉是主热症，所以的急脉当然比它更热，所以书上说的叫做阳极阴结。当然，除了这以外，一些元气郁结的时候，就是因为元气即将离结要走掉了，那这个露出来，就是我们经常说叫假神的时候，那是元气离结，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这种现象。不管怎么说，大家就有一个印象，就是一般来说，
这个急脉它也是因为热引起的比较多见。第二个呢，它说明病情是比较重，那么甚至呢可能是元气的即将离绝的时候，这时候出现的。这是急脉。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从迟脉到缓脉到这个进缩到缩脉到急脉，就是把这个脉的频率从慢到快整个过程都说下来了。那么脉的这个频率的快慢呢，我们用两个字来代表，叫做迟和缩。迟缩变什么？迟缩是变寒的啊。所以前面我们说的浮沉它是变表里，那么迟缩是变寒的。这在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够辨出表里寒的本身就是，这是我们临床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纲领，是吧？第三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虚脉和实脉。那么虚脉和实脉是脉力相反的两种脉象，讲的是它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用手指去摁的时候，感觉到它的脉搏是不是有力的，这是一种，这要体会了，是吧？是有没有力，有没有力，怎么感觉啊？就是它脖子对手指这个搏动影响这个明显不明显，来判断它脉力的大小。那么这就是强弱，又叫做虚实啊，虚实。那么第一个呢是虚脉。什么叫做虚脉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书，我们的书本呢在113页里面有一个虚脉。虚脉是三部脉，举之无力，按之空阔，应之松软，是无力脉象的总称。这句话呢，这关键呢是最后这一句话，就是是无力的脉象的总称。这句话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所有的无力的脉都叫做虚脉。那么这是讲的是一大类啊，只要脉来是无力的都叫做虚脉。这是一种解读方法。第二种呢是说它是无力，是虚脉，这个脉象不是这一类，是这种虚脉，这是这个脉象的特征啊。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虚脉讲的一个是总的一类大类的脉象，只要无力的这一类的脉象都叫做虚脉。那么另外一种意思是说，虚脉是一种单独的一种脉象，这种脉象它的特征呢是无力，就是没有力。怎么没力呢？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三步九后都无力啊，就是寸关尺举循按都无力，那么这就叫做虚脉。三步九后它都无力，就是举之无力，按之也无力，是吧？寸无力，关无力，尺也无力，那这样子整个脉象都无力，那么都这个就叫做虚脉。那么虚脉这个无力怎么体现呢？第一，这个脉相对来说比较缓，比较慢，缓慢，可能是缓或者迟的，因为无力就不可能跑很快，你像汽车一样，汽车动这个动力不行，它想跑快也快不了，它没力嘛。第二个呢，它一般比较大，就相对比较宽，再一个比较软。相对来说比较软，就是因为无力嘛，说按起来比较软，那所以呢是就是无力，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要定成一个是虚脉，那么一般来说这个虚脉它的特点就是它比较慢，比较大，
比较软而且无力。那如果说那作为一类整类脉象，我说我那我们就这个范围就很广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写这脉的时候加上写一个脉象的时候加上两个字什么什么无力，那就是说它是指的是一种特征而已，不是指的这个虚脉这单一的一种脉象。那么虚脉主什么病呢？主虚症。什么虚呢？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它都可能见到虚脉，是不是？所以就叫诸虚劳损啊，啊或者气血阴阳不足啊等等，这些说的都是一样的意思。那你说是哪一种虚比较常见呢？说书上说气血虚比较常见，那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诸虚，各种虚症，它都可以见到虚脉，这个我想不需要再做太多解释，很好理解。虚脉就是无力，主什么病？主虚症，没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第二个就是实脉。那么实脉是跟虚脉相反的，我们说虚脉是无力的脉象的总称，所以实脉是什么？是有力的脉象的总称，是吧？那同样道理，它也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这一类的脉象只要是有力的脉都叫实脉，因为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是吧？那么第二种就是说实脉作为一种脉象，那就是三步九后呢它都有力。三步九后都有力，所以我们书上说到实脉它是三步充实有力，其势来去皆胜应子逼逼。那么什么叫做来去呢？啊，这个字要解释一下。来去就是我们一个脉象啊，如果画成一个图的话，它大致上是这么一个形式，就是这样子吧，对不对？那么在我们手指感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脉是动荡，是一个冲击的力量。这个冲击力量呢，冲上来，这个力量叫做来，回落叫做去，实热，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病理产物的堆积，都叫实症，在淤血、痰饮、气滞，还有什么燥屎等等，它都属于实症。所以实症的这个范围是也是很广的，啊。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如果是实而且快，那是什么？就是硕而有力啊，那就是实热症啊。如果是迟而有力的，那一般是湿寒症。当然我们也讲，如果沉迟有力，有时候还可能见于热邪邪热内郁的一种情况，是吧？所以它都是实症的表现。总而言之，说这个人脉象如果比较有力的话，那应该是提示以实症为多，实症为主啊，这是实证的一个脉象。那么虚实的是判断虚实证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脉象特点。这样子我们就学了六个脉象，就是表里寒热虚实。那么这也是我们八纲里面的前面六纲，是吧？表里寒热虚实，后面还两个阴阳，那阴阳是两个大类。所以呢，如果把这六个脉象掌握了，实际上它对整个中医的这个八纲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基本的一种概念。因此呢，有的人也把这六个脉象叫做六纲脉啊。我那天说了，就陈修元说的六纲脉，他没有讲虚实，他说的是长短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把这六纲呢就叫做六纲脉，所以就是浮沉迟硕虚实。那么这六纲脉应该说总体来说，同学们应该能够通过体会啊能够掌握的啊，不是非常困难。
我们有时候呢会用一个图来表示这个患者的这个脉象特点。那么这个图呢，我们是这么表示的。一般画成这样子哈，画成这样，这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这是举，这是循，这是按。那么这是一息，这是一息。所以呢，那我们把这六个纲脉我们给它总结一下，什么叫做浮脉的，它的脉象特点实际上是这样。一息四肢，因为我们没有说它是快还是慢，我们只是说它的脉是脉位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它轻轻的按就有了，这是浮脉的特点。那么沉脉要怎么画呢？沉脉特点就是这样，太长了点啊，这是沉脉的特点。那么什么叫做实脉呢？实脉就是一息三字是吧？所以那我们没有说它是浮还是沉对吧，所以它在中间这里啊，这是实脉。那么什么是硕脉的？它一息是五至六至是吧，这是硕脉。实脉还是硕脉？那么什么叫做虚脉呢？它是不管是哪一步都是虚的对吧，三步。那么所以呢它是这样子，就是虚脉的我们就画成这样，我的画呢因为这个手的问题就是比较淡一点啊，就是不是是这样。好，这是虚脉。那么什么是实脉的？就脉来比较有力，所以它实脉是这样。那么这是我们讲就是六种脉象，就是简称叫六纲脉。第四个是长脉和短脉。长脉和短脉呢是脉象足象距离长短的两种脉象，是讲的是足象的长短相反。什么意思理解吗？足象就是脉就像一条管一样的吗？这个方向啊，足象不是横断面的，是足象的，这个足象的这个长短的相反的两种脉象啊，也就是你摸下去长还是短。我们如果拿一个粉笔，这粉笔给熬成三段，有的是一整支，有的是熬成三段，让你闭着眼睛摸哪一只是长的哪一个是短的，你能摸得出来吗？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这个这一根和这一根两根差不多长，那你可能摸起来有点困难，但是呢如果两根长短悬殊很多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摸出来了。所以第一个什么叫长脉？长脉就是脉的就是足象距离长啊，足象的距离比较长，叫做如寻常干呢、啊。
像摸到什么长杆一样，所以叫直上直下。就是像长杆，所以直上直下。那么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三步有迈。啊，三步有迈，甚至呢超过本步。第一个是三步有迈，第二个是它超过本步，所以呢，可以超出寸，叫做什么？叫义迈是吧？那么超过尺，叫闾迈。